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三场赛事四班一六五零米，大热是八，火百合准备。好，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咁啊又喺后面啦，沈拿撞嚟撞去，伟大胜利几场都漏闸啊！前面快嘅马，中间暴利如飞啊！咁啊再见到内兰智聪明啦，中间咧咁啊仲有呢只一见倾心啊，慢慢走埋上去添咯，喺外边咁啊火百合啦，但系跟住个第五位咧有呢只金刚仔啊，内兰第六位咧咁啊有白衫白帽嗰只情趣啦，伟大胜利漏咗闸咧，依家嗱嗱声上翻去大约七八位到啦，后边嗰四只马，欢乐小子、环保时代啊、殿后一队、开心大师又唔走入去。一路頂嗰只咧，就帶榮來俾佢頂住喺出面三搭啊！好啦，咁啊轉完呢個滿貫灣，接近對面一千米嘅段處，前面帶頭係暴鯉如飛啊！咁啊似乎都揼得慢嘅喎，火百合啊由佢，大家揼慢啦。第三位嘅馬有呢只一見傾心啦，內欄第四咧就係嗰只智聰明啦，再跟住第五位有金剛仔，內欄第六位情趣啊，中檔第七祖紅衫嗰只咧有偉大勝利啊，後邊四隻馬環保時代、歡樂小子，咁啊開心大師係唔埋難，一路頂嗰只咧就帶。荣来仲喺三搭嘅包尾位置啊！好啦，跑到对面直路中尾段过六百，前面都仲系暴鯉如飞占先嘅，火百合第二位啊！咁啊，内兰智聪明啦，外边一见倾心都要走上去啦，咁啊，中档位置仲有情趣攞定出嚟啦，跟随其后嘅马咧，仲有外边嘅金刚仔啦，出边发力咧就系呢只开心大师啊！再后啲先啲伟大胜利嗰啲马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埋边就系暴鯉如飞，中间火百合，外边一见倾心亦都上咗嚟，跟住后边嘅马仲有情趣。金刚仔外面的伟大胜利，最后一百米外面数入去，有一件倾心火百合埋边暴鯉如飞唔散的，最后变成了情趣，最后五十米外面一件倾心埋边位置暴鯉如飞，中间是火百合，嗱压上压落那下咧，第一眼望落去咧，似乎那只一咧就嗰只一件倾心压落去的成分比较高，数多次一号是一件倾心埋边红衫暴鯉如飞，中间夹住粉红衫是火百合。跑第四名是情趣，又一见倾心啊！潘顿咁啊，临尾似乎压到对手胜出啦。咁啊，跑第二名咧就好近嘅，咁啊里边有暴鯉如飞啊，中间火百合啊，影相争个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名咧就系五号嘅情趣啦，李宝莉。临尾暴鯉如飞好劲啊，啲飞啊四点五倍啊，仲有六格，咁啊而家又影相争第二啊，同只火百合。一见倾心，咁啊潘顿。赢翻场啊！反先有莫雷拉，入边又争第二，陈嘉希发挥都唔错啊！其实暴鯉如飞跑啱噶啦，咁粒马系啊。啊，咪二三名影到咯啊！四号跑第二啊，八号跑第三。啊，火百合大热门，临尾都系啊，咁啊跑第三啫。睇翻张相啊，都近噶啊，里边暴鯉如飞到先，啊得得百倍啊。其实三匹马嗰个胜道距离啦，
一齐睇下啲预计派彩啦。派第一名系一号嘅一见倾心，动人派68蚊，位置派24蚊。派第二名系四号嘅暴鲤如飞，位置派16.5。派第三名系八号嘅火百合，位置派16蚊。派第四名系五号嘅情趣，连赢一搭四派155.5。三重彩一号、四号、八号顺序派1213蚊，单贴派140蚊。位置 Q 一搭四派62蚊，一搭八派51蚊，四搭八派30.5。三揀一預計派彩勝出組合 A2 隔夜半熱門派15.5。四連環一號、四號、五號、八號派256蚊。四重彩一號、四號、八號、五號順序就派7662蚊。好，睇完啲預計派彩，睇翻呢一場巡邏影片啦，慢得交關啊，步速真係完全冇得追嘅。前面那堆是得那隻智聰明沒了嘛，頭四名的馬都在前面那臨了，先來暴鯉如飛放啦，咬住他跑的潘頓一見傾心啦，但是我當殺緊埋來就是火百合啦，頭三名的馬在這裡啦，入面位置程序呢跑跑下都走了上來的啦，前面就智聰明啦，中間位置就金剛仔，大概尾五道看到棗紅色衫就是偉大勝利，後面就歡樂小子啊、環保時代那些沒得追的啦，巴美就開心大師和大榮來的。咪早轉到冇咩馬話搶到緊要啦，咪而家拍埋車更加越嚟越慢，咪頭嗰兩段咧都慢咗2秒啦，咪落山嗰段咧先快翻4線嘅啫，咪拉雲都真係仲係好慢嘅步速賽事。咁啊前面嗰只暴鯉如飛跑啱曬噶啦，擺咗前邊亦都撳得慢，咁啊鬥輸無話可説啦，始終你嘅性能都係比較均速，人哋一見傾心啊爆炸力好過你，咪兼且華沙三班都上過名，你又只係輸過唔遠啫，咁所以輸都無話可説啦。莫雷都跑啱嘅，都站埋一萬步速，但始終前嗰兩名都係三班跑開嘅馬，亦都係輸，僅僅輸俾你嘅啫。咁啊，後邊嗰堆咧都有一隻半隻追得好嘅，咪就偉達嗰只偉達勝利咯。咁啊出閘慢咗啊，咁啊變咗喺咁後嘅位置，又蝕埋咁慢步速，你又孭到咁重磅，咁啊追翻多少失地都算唔矮啦。咁啊，其余就霍利斯嗰只啦，点出都系路程专家，你咬到好位，咁啊赚咗啲步出形势，咁啊但系都冇点追嘅。咁啊前面三只都打到精彩噶，咁啊后边个堆啊都系得个追字嘅啫。第三场赛事都复播完毕，位置 Q 派彩一搭四派62蚊，一搭八派51蚊，四搭八派30.5。三揀一派彩勝出組合 A2 隔夜半熱門派15.5。四連環派彩一號、四號、五號、八號派256蚊。四重彩派彩一號、四號、八號、五號順序派7662蚊。孖寶派彩頭關四號美軍一號派403蚊，頭關四號美軍四號派50.5。分段時間，頭段28秒64，第段25秒58，第三段23秒98，末段23秒27。賽事完成時間1分41秒47。